之前呢有些膠紙印在這裡就影響到它那個銅的氧化，這個最大的筆尖啊，我的 M 尖啊，那我就試一下，有這些砂紙3000看看磨一下 OK 先 OK 喔，不過效果不是那麼好，這個呢這個就320啊，哇粗啊，有些花，這隻這隻都可以啊，我有一隻呢好正嘅。咦，係咪好咗好多啊？靚仔曬喎，哇幾粒粒領。同之前嘅對比。今日介紹咧就係 Premium Lip， 呢一隻 Lip 咧係好正，佢比較軟彈啦 ，compare 佢普通嘅 Lip， 咁背後個 logo 一樣啦，咁係一個好靚嘅太陽花背景，呢一隻尖係好好，一定要訂購嘅喎，請嚟筆先生網店訂購啦。